这个是我先唱吧。不是，它前面有一个 pad， 他我们已经报号，昨天我们调了一天，报号都给你调清楚了，你到时候你听就明白了。Three, four, 巴拉当当当，进通就好，不用那么使劲。这个地方弹的太浑浊了，然后你再来，我还是觉得你有点不太好，然后你再轻弹一遍吧，我再给你打。1, 2, 3, 2, 2, 3, 1, 2, 3, 2, 2, 3, 1, 2, 3, 2, 2, 3, 1, 2,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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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你要尽量争取一遍一点瑕疵的那种。好，那差不多。那钢琴还练没？练。因为这个是爵士，爵士它需要，它允许有这么一气。允许有这么气口，所以说你不存在说我要赶紧要把下面的音弹出来，你可以稍缓一缓，把音找准了，再弹一下那个人。犯困，但反正就是赶紧精神精神，抓紧时间吧，准备生活的时间呢也不是很多。